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妮周末中国行，我是主持人安妮。我们现在在贵州贵阳，贵阳这个城市啊，我只能说哈，您真低调。本来以为我们来贵州的话，就是看看山水啊，去感受一下那种少数民族的风情这样子，想不到这个城市的美食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贵阳的土著小伙伴们发过来的美食攻略哈，真的是可以用毕业论文这种级别去形容，真的非常的长。所以呢，我们打算这一次先放弃其他比较远的这种景点哈，给大家认认真真的游一次贵阳。嗯，行了啊，废话不多说，还是赶紧出发。但是在出发之前，不可少的环节就是 room tour。因为我发现这个收音可能不太好，然后我们就用大相机上面的话筒，这样子真的是太像主持人安妮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二七路小吃街，哎，虽然呢这种小吃街哈，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坑，但是呢，其实还是蛮适合我们这些游客的。我就想起了重庆的时候，我们去那个什么八一好吃街，哎，回忆涌上心头，赶紧去看一看有什么好吃的。香辣小土豆，哇，真的超香，就有点那种干碟的味道，你知道吧？一定要多裹一点那个料，不然的话就不好吃。这块料多，换块电池。就是你可以想象的那个味道，you know， 酸汤粉一定是非常贵阳、贵州的味道了。它那个酸汤就是那种果味会很香的，不是那种单纯的酸的那种醋的感觉。它给了一个这样子的蘸料，这个粉还挺劲道。嗯，有那种油辣椒的香味。我点的是酥肉的，但我觉得那个肉丸的会更好吃，我觉得酥肉的有点泡不开，它没泡开。麻椒的味道，看一下长得啥样呢？应该挺脆的，我觉得。好烫哦！哦，我觉得骨头更好吃。啊，它外面撒的那个粉确实非常麻，就有一点像那个酥肉，你知道吧？第一口觉得有点寡淡，因为它的鸭肉是没什么调味，它就是外面的粉的味道嘛。但吃到后面就觉得越来越上瘾。走，我们下一家。我打算去买点东西配那个鸭。你好，我要那个高巴稀饭。好 ，OK， 算了。这个好像就是像藕粉一样的，然后里面这个地方好像是米饭，我也不知道这是啥。哇，玫瑰味着呢，我的天哪！我庄园老板来了呀！怪怪的那种草药的味道。对，这个是我第一个想吃的，想不到我们在最后一个才吃到。它上下会煎的有
点脆脆的，然后中间又是糯糯的感觉，它里面这个酸萝卜很好吃。你要吃这个上下脆脆的地方很好吃，给你有。你先吃。最后的一点点空间留给我们的小姐夫，完成他的心愿。他一来他就想说，哇，那个烤鱼好好吃，一直在跟我念叨，一直在跟我念叨。哎，到了。正餐，这是我们今天唯一吃的一个正餐了。你总结一下今天晚上吃的最好吃的东西。我们俩一起说，一、二、三。方糖，我操，你真的不会玩，还真的就是一个游戏黑洞。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蛮商业化的，对吧？不过呢，对于我们这种旅游的人哈，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卑微，因为没时间呀。我们旅游就这么一两天，那我们贵阳第一站就先吃到这里。Good morning， 大家，我们又来吃早饭啦。主要是因为贵阳啊美食特别多，所以少一顿呢，我们就少吃一样，所以就早起呗啊。Morning， 贵阳。Like the Atlantic and I'm going down Like the Titanic Eyes blue Like the Atlantic and I'm going down I'm going down cause I was down for you Looking like a clown for you Surround sound speaker shook the crown while he was pounding you And that's a lot to take in I heard a noise through the door and had to break in Shock up on your faces, both of you were naked Multiple occasions, y'all were getting busy While I'm busy at my day shift You kept your briefcases, situation tasteless Even hooked up with the dude while you were jamming to my plate 有点像方便面看起来它面条那种有点脆脆的，天哪，熊孩子又来了，就有点像那个云吞面，你知道吗？我觉得它那个大肠跟血旺哈没什么调味，不是那种红烧的感觉，就比较原味一点。主要就是它那个汤头啊，有一点那种咸啊辣的感觉。这个是脆哨，脆哨就有点像好像猪油渣一样的东西。嗯，这脆哨好好吃。吃饱现在要出发喝足，贵阳的小伙伴给我推荐了一家奶茶店，这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简直跟茶颜悦色齐平，也不是啦，开玩笑，茶颜悦色简直成了我们视频的标杆。作为这个奶茶公主哈，我们还是要出发去品尝一下。Hey Alexa, I'm an awesome Or maybe run away Because I'm sick of all the problems Going down and I can't even see the bottom But I promise I'ma find it Once I finish up this bottle Guys, blue Like the Atlantic and I'm going down Like the Titanic eyes blue 这家店还蛮文艺的，有点像咖啡厅，不像奶茶店。茉莉白桃，然后是去冰。哇，茉莉味真的非常非常的浓，蛮自然的一个白桃的味道，也不会很重，但你还是可以喝到那个香气，就是很淡雅的那种茶的感觉，比较适合如果你口味比较大人一点。不过我最近呢口味也变大人了，我已经不喜欢喝珍珠奶茶了，我慢慢的也去喝一些这种抹茶拿铁啊之类的东西。必须强迫自己去一个景点，这里步行就可以到贵阳的这个贾秀楼啊，又是一个当地的小伙伴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去过的景点吧。耍猴子是在贾秀楼吧？耍猴子，对啊，去一个猴山，叫做乾陵山，好像。OK， 贾秀楼见吧。贾秀楼好像并没有开放，难道闭馆了吗？哈哈，这个贾秀楼哈，它是我们中国的九大名楼之一，
跟黄鹤楼、岳阳楼都是齐名的，可想而知它这个历史价值还是非常的重大。OK， 现在楼也看完了，我们又可以去吃午饭了，做完作业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如释重负。今天都是两分钟路程哈，这个攻略做得非常棒哈。等一下给你加个鸡腿哈。好的，从出酒店开始都是两分钟，都是步行可以到达，非常不错。哎，我选的这个地方还可以哈。下次就按这个时间路程去做攻略好。啊，这个节奏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去贾秀楼的对面吃那个丝娃娃，这是楼，然后我们要吃丝娃娃的地方就是这楼上。这家又是有人推荐有人吐槽，但我不管了，我是考虑我自己的腿。先来调一个这个酱料，折耳根，一盘丝娃娃，感觉很像卷饼。哎，有没有？但是我喜欢这么小的，因为不会吃得太饱，每次吃卷饼我吃两个就饱了。我觉得它冷菜比较多，哎，不像我们那个卷饼是热菜，对吧？丝娃娃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它包起来就好像一个襁褓，所以叫丝娃娃。哎呀，这样子的话我就不忍心吃它了呢。在我的老家是端午节吃卷饼，鸡蛋皮呀、啊、炸粉干呀、啊、豆角。我特意点了这个牛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想把它包进去吃，我觉得应该还蛮好吃，就有点像韩国烤肉的感觉。红糖粑粑吧，闻起来很香很香，那种焦糖红糖的味道，真的好吃。其实我已经尽量去避免折耳根了，今天还是要鼓起勇气来尝试一下，对不对？我还是要先来讲一下这个故事。我们两个人第一次去吃云南菜，就吃了我们家楼下那家什么来着，鱼海肴。看那个图片上面嘛，就看到有一个什么凉拌折耳根，来那就来一份这个。那店里那个点菜的小哥就问我们有没有吃过折耳根，我们说没有吃过，他说要不要先给你们尝一下试一下看，然后我们俩还说不用了，拒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就还是拿了一小盘，坚持要我们先尝一下。我操，那感觉简直酸爽，你知道吗？然后那小哥就说你们两个还要不要？不要，我感觉嚼了两片生鱼鳞下去，你知道吧？最形容的好，我觉得是生鱼鳞味道吗？我们还说吃个轻食哈，想不到这么饱，赶紧出发去消化一下。我们要去黔灵山看猴子，看看你是怎么耍猴的，还是猴是怎么耍你的。走起。提到这根好多人都不喜欢，特别刚刚才是懒，咋个都不习惯。有的讲这根身上有道股腥味，有的讲闻起好臭，有点反胃。那长得确实不帅，绝对无毒无害，就像男女谈恋爱，慢慢吃慢慢来。那从春天而来，多久就被拆散？那努力想做你们心目中的萝卜白菜。这根错错想错，人家不喜欢那味，难道还这么恐缺？哪点喜欢哪点，哪看哪点对号入座，选择哪点朋友就选择要健康快乐。他不臭，要是你敢冒这一根帮你冲咳嗽，还有好多故乡你不晓得跟哪走，带起好朋友去感受，让你上瘾后就会再来扣。这耳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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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耳根。都说这个黔灵山的猴子是很野蛮的，大家都小心的那种，但是呢，当野猴子碰上了熊孩子，谁胜谁负很难说。看这小孩真的是一路哈斩妖除魔，而且他的那个外婆还不知道是奶奶哈，一直鼓励他说，哎，你去摸摸那个猴子，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哦，心也是真大。哇，还打别的小猴呢，你看肚子上还有个小猴呢。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中国行的背后啊，是很艰辛的。
里面两个相机，一个飞行器，还有一个云台。这个像那个吃鸡的三级包。我们现在往哪里走啊？我们现在要去坐游船了。这个黔灵山真的东西还蛮多，缆车、猴子，还可以去游湖。嘣嘣嘣嘣嘣嘣，再给我来个帽子。你真火力哦，我操！不，拜拜。我们去坐这个缆车哈，但是呢，他们说不可以拍摄的，因为有危险。听说他们会罚钱呢，我也不想他们罚钱，所以就我们自己去坐喽。去坐游船吧，怎么样？这个湖蛮好看，我跟你讲，还挺大的。你看，此处强烈要求小姐夫飞一下飞机。走近了才知道，这个船是要自己划的，我的天哪！那我们还上船了？你说呢？就往上去吧。拜拜拜拜！现在到这家店呢，是吃豆米火锅。你们稍微买一块，贵阳这边的特色，从来没有吃过，不知道是什么形式。导致你刚才菜都不会点，听说他们里面的豆米比菜要好吃。真的吗？对。本来想去吃酸汤牛肉的，但觉得味道应该好想象，所以还想吃一些其他不一样的东西。它这个酱，哇、哦，超级无敌香，就那种油辣椒又有那种什么小面的感觉，有没有？它里面有这种豆子呀，还有一些是那种猪油渣嘛，软哨、脆哨啊之类的。它这个汤啊很有滋味，还有点菌菇的感觉哈，有一股脚臭味。这应该是腌肉，就是那个脚臭味是从这里来的。对，腊肉。哇塞，这个也太好吃吧！就看着，就拌豆皮好像是。有惊艳到你吗？它那种豆豉味很浓，更加浓加，然后那个口味就是我说的那种更加大人一点的那种味道。Q 弹吗？这个还 Q 弹，对弹，很 Q。然后调味会更野一点，你知道吗？那老板说这个酱料就这样子，加点火锅汤进去，这个酱料真巨香。天哪！这一口。它这个酱料的那个辣椒哈，应该是他们这种特色，有点胡辣椒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点那种焦焦的苦味的。天啊！哇，好吃！豆子感觉会很鲜，很浓郁，很入味。小姐夫给这一顿火锅，你打十分吗？真的。有没有觉得它就是有那种比较农家，然后比较土家的那种味道？今天行程到这里，明天继续。Morning 大家，二话不说，先来一个蹦吧。蹦蹦，今天是我们在贵阳的第三天，也是平凡且充满美食的一天哈。昨天猴子也看了，楼也去了，飞机也飞了，仁至义尽啊，朋友们啊，难道要去一下博物馆？看看我的体质吗？啊，算了，留下来的一些选项呢，全部都是吃的，探索美食的一天吧。朋友们，跟我一起吃吃逛逛云里游吧。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走吧。愉快的一天从购物开始。我早上的时候出来，哎。
忘记带外套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得去买美瞳，因为我今天美瞳忘带了，就看不见了。其实我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但是呢，坚决不回头。这个是小姐夫的执念，他认为出门之后是不能够回头，回头的话他一天会不顺利。对，虽然我是觉得他有点迷信了，但是有的时候真就是被他说准，你知道吧？所以就以至于我现在也有点，也能。难怪就清楚了，怎么刚才就糊里糊涂，感觉没睡醒一样。从中国行开始哈，真的每一个城市哈都会有自己特色的糯米饭，但我都没有吃到过，因为我起不来啊。今天终于找机会来尝一尝贵阳糯米饭。蛋白粉很好吃，特色吃法。对。你想吃吧？你还可以吃素粉呢，要不要？哎，素粉有。想吃就来，想吃就来。哇塞，这一碗。这碗是我们的，是吧？嗯，对。好，谢谢。真的还是比较喜欢吃早饭的感觉，哇，好香哦！哇、哦，它里面那个辣椒里面有加那种瓜子仁儿，来一口，啥都有的吧。嗯，香，这个辣椒好香。有多贵呀？那辣椒也不辣，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个脆上。很香，它上面还撒一点点白糖，就那种层次会更丰富。很多米饭虽然不是那种很软的那种哈，有一点点弹牙的感觉，就正正好，特别棒，口感会更棒。为什么叫素粉？因为它里面没肉嘛。啊哈。好了，素粉是这样子的，它很容易就咬开了。不过我比较喜欢吃弹牙的粉，就是比较有韧性一点的粉吧。我们运气好好啊，刚才一波人就把它卖完了。那干巴就好了。丁阿姨还送给我一杯豆浆，因为他们收摊了嘛。哎，现在也不知道去干嘛嘞，你想去哪儿了？随心所欲，真的。行，到底去哪儿？拭目以待。这是开玩笑的吗？不管怎地，先拍一个安妮到此一游。昨天爬完那个什么黔灵山啊，我的腿都已经是麻的了。等一下马杀鸡哈。这个地方比赛吧，怎么样？预备，走。
炒乐滋，还有什么随便对吧？火炬，还有什么棒冰是你吃的小时候？黑客，还有那个泰国米人大舌头，还有什么？大脚板。哦，大脚板哦，我超喜欢吃大脚板。怎么的，也是棒冰接龙吗？现在下山就去做马杀鸡吧，真的是脚都废了，我的天哪！哇，喜欢吗？我没有预约过啊，这个蛮好的，它会教你选择加强的部位，不错。它这个就还蛮迷幻的啊，这边好像就是可以按摩的地方。拜拜各位，我先享受一下。最爱抹茶的还是你先给今天这个按摩师打个分吧，怎么样？中规中矩吧，正常，中规中矩。如果说十分满分的话，我给他打六分。这叫中规中矩。我没给他打五分以下。如果我觉得很好的话，我会给他打八分。这个就是一般，六分。But it's okay。那他这个抹茶拿铁给他往回两分，给他七分。不，原来本来想打五分，这个加了一分，不能喝太饱，我跟你说，但我吃不下。在贵阳最后一顿出发。贵阳的最后一顿，想吃吗？想吃。那你吃吧，自己搞。做早餐嘛。好，对对对对。搞点土豆，搞点这个。给你个特写镜头，你的快乐老家。这也是我们在贵阳的第一次等号，就想起了武汉，对吧？最后一餐，希望它也跟武汉一样有一个好的结局。说实话，贵阳你有没有觉得它其实人不是很多哈？地麻烙锅旁边这一圈好像是一个美食街一样的地方吧，就是那种步行街，吃的东西很多，也是我近三天去过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了，我觉得。玩吗？没有没有，我们在等坐。啊，炸的超级酥的这种，它外面还挺有嚼劲的。对，有点像臭豆腐，对，它真的有点像臭豆腐那种感觉的，只是没有味道。倒在这个酱里，你能吃辣椒的话就是单独蘸辣椒，不能吃辣椒的话就加一点那个甜面酱，但是甜面酱它不够。老板，这个里面是有折耳根吗？没有。这个不是刚有折耳根？洋芋棒里面有。啊？洋芋棒里面有，有一点点，不是太多。哦，是这样的。哦，解密了，我的天哪！我在家也是我们家的这个摊蛋饼小女王，看还不错，可以在这里打工了吧？可以了哈，没问题了哈。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越吃越有滋味，现在的羊肉估计可好吃了，你看脆脆的这种，哇，肯定要这样才好吃啊。嗯，拜托羊肉吧，小妹叫你吃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吃，因为那个时候太嫩了。它是小火的，
好啦，那么贵阳的这次旅程就到这里要结束啦。那照例要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次的中国行，然后也要用转盘公布我们下一站中国行要去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我的口味是比较偏酸辣的嘛，所以弹幕一直有推荐我来贵阳，但是我来了贵阳之后，我发现它真的不单单只有酸辣的口味而已，反而我这几天好像只吃了酸汤粉是酸辣的。如果你想尝试到很多不一样的味道，然后给你的味觉增加一些新鲜感的话，我觉得贵阳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贵阳的小伙伴给我推荐的东西还有非常非常多呢，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一一去尝试到，我觉得也是给下一次留下一些悬念吧。那我们以后就会带着恩宝有机会再来玩。然后贵阳这个城市也非常适合这种短途的旅行，它真的是一个被大家忽视的美食城市。城市内的一些景点或者是想要去打卡的一些美食，他们距离都不远，非常的方便，甚至有些地方都是可以步行去到达的，所以就玩起来还非常的顺畅。然后它的消费其实也还蛮低的，像跟柳州差不多吧，它五星级的酒店的话也基本上六七百就差不多了，然后每顿饭也就在一百上下两个人。像有些学生党啊，周末你们如果有空的话，想要来城市探索一些美食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些选择。也很开心中国行带大家去了很多你们可能之前没有想去的地方，然后给大家先去探探路，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蛮好的。然后下一站的中国行呢就要等到六幺八之后了，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安德玫瑰庄园这次六幺八的大促，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促。六月一号的零点和六月十六日的零点这两个时间点，他们的优惠力度是最大的。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玫瑰磨砂膏，会有买四百五十克送四百五十克，是仅限这两个时间点，仅限两个小时。那我视频发出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六幺八的活动已经可以开始加购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天猫旗舰店看一下。好啦，赶紧废话不多说，转出我们下一站中国行的地点。哒哒，很多的城市已经列出在这个转盘当中，有没有你所在的城市呢？ OK， 现在就来揭晓答案吧。兰州是兰州吗？我感觉这个转盘有读心术。兰州的小伙伴，我们要来啦！啊，希望兰州的小伙伴们也不甘示弱，给我们发出最地道、好最权威的兰州攻略。那我们就下一次中国行再见吧，拜拜。